聂儿与小自己十岁林轩于认爱后不时会在社群平台放闪。今年初成功求婚的他日前在社群平台晒出两人的对戒，并在贴文中分享了对戒所蕴含的意义。 Junior 在文中表示对戒由三个环组成，而这三个环分别代表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更表示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在这三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他随后也补充到，两人在一起不仅要顾好爱情，更要照顾好彼此的亲情与友情，也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事实上林轩宇曾透露，两人印象差十岁，虽然没有代沟，但却有着时代的距离。不过 Junior 确实为了他做出许多改变，最后 Junior 也甜蜜告白林轩宇，希望自己能够老得慢一点，也希望对方心想事成，引来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感动得快哭出来啦。Bye.